这是罕见的一幕，就连船上的游客都给惊呆了，手机掏出抓紧记录这一刻。可见一只驼鹿奔越大河时速度飞快，如同轻功水上漂，如此大秀技能，身怀绝技，这让船上游客无一不倍感惊奇。这玩儿的什么特技表演？为一探究竟，船只紧跟眼前驼鹿，接着驼鹿的行为更加让人难以置信。不知这驼鹿是因为害怕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，只见它飞快加速，径直就朝岸边跑去。就这样，它成功甩掉船只，但这轻松不防，不免让人看后可是直呼，好家伙，驼鹿如此潇洒。接着水花泛起越高，完了完了，这表演时间到了。大家都不敢相信，这到底又蕴藏了什么呢？有人说是因为水太浅的缘故，但同时也有人反驳，这水浅能开船？大家直抒己见，你觉得事实又会是怎样的呢？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动物自带闪现，只需 0.01 秒，一波假操作走位，这感情不比水上轻功强？